好，同学们可以，我们来测试一下。我看了一下，好像我这边的那个声音显示的网络不太听，大家可以听清楚吗？是不是特别卡顿啊？来，同学们帮我测试一下啊，声音有没有问题啊？啊，不卡。好的，好的，行，不卡就行啊。那么咱们就有回声啊。对，在室内的时候有回声。好，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首先我们来看到啊，看一看财经伦理。实际上我做交易是，有时候还是得看一下啊，看一下。今天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事件它是要关注一下，但是这个事件真实的，你做交易做久了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实际上你若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基本面的话，那这些事件我觉得对交易的影响，对你自己交易的影响不太大，尤其是作为一个系统交易者啊，发生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包括一些数据的公布啊，等等等等，其实对于一个系统交易者来讲，其实意义不太大。但是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做交易呢，你要知道市场上每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对吧？那金融市场它根据这些事件的波动，包括这些波动对它造成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每次都会去看一看啊，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晚上在这个9点半的时候有美国的经济数据公布啊，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的。像美国的这个 CPI、GDP 数据啊等等，其实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对于美指。那美指的带动，它其实相当于美指这个指数，它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所有的货币对的一系列，它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吧？它会带动欧元的下跌，美指的上涨会带动欧元的下跌，会带动英镑，会带动黄金。尤其是黄金，对吧？影响是最为非常非常显著的。美指一动，黄金基本上就这个开始出现一些非常大的这种回调的幅度波动。像昨天就这个样子，黄金在我们看到在1240附近啊，倒腾了半天啊，最终还是以美元的强化作为一个黄金的一个下调整理的调节点，所以说对于现在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的这么一个状况来看的话，有两点值得去关注。第一是关注美指，现在美指再次来到高位，那么从高位来看的话，这个地方明显有一个做空的蝴蝶形态，对吗？走上来，哎。那它的这个地点呢，正好是集合在97.50的位置，所以说它还往上走一点，这个地方是它极大的一个压力位，它可能会面临回调。那么好，问题是，美指如果在这个地方面临回调，会不会去在97附近构筑顶部，或者像我昨天讲的那个思路，就是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川普在最近的一系列这个讲话当中，对于鲍威尔的压力啊，对于美联储主席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些压力啊，他其实明确的指出，在加息的一个速度上，不要过于快速的推进经济，对美国经济是最大的利空。为什么？昨天我们讲的，现在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当中最敏感的是股票市场。我们讲就是01年是 dot com bubble，对吧？dot com bubbles，and 08年的是这个 housing market bubbles，那到现在是美国是 everything is bubble，所有都是泡沫，那房地产是泡沫，楼市也是泡沫，这个股市也是泡沫，那所以说现在对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货币政策收紧。那我们昨天去看了，跟大家讲了，现在好在问题是美国的远期房贷利率啊，30年到20年的房贷利率还不算高。相比次贷危机之前的8点几，现在是5.1、5.2在之间浮动，相对来讲还不太高，所以说还没有到达那个崩盘的那个临界点啊，一定会崩盘，因为资金涌入它一定会造成泡沫，
对不对？那另外的话，资金它肯定需要套利，肯定需要兑现，那这样兑现的随着这个利率的提升，那借贷成本的提升，整体资金的一个就是借钱的一个成本的提高，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经济的新一轮的循环啊，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到的进入到加息，加息之后就是全球资产剪羊毛啊，就是破灭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昨天也举了例子，你说你看农民看到农民伯伯看到今天的某一个今年某一个产品丰收，对吧？他们就会去这个加大生产力度，那加大生产力度来拼命的去生产这个粮食，那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在粮食价格上涨、供不应求的时候，农民加大生产、加大囤积，最后就会导致库存过剩。一旦库存过剩，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一个在下一个季度的供过于求。那这样供需关系的转换，会使得这个物品的价格，会使得这个农产品的价格由本来的虚高，开始又回归到它一个本身的价值。或者是库存过量而导致的这个供过于求的现象，使得价格重新回到一个最低的位置。这个就是经济现象，就是我们所讲的经济规律啊，也是老子在这个老子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所讲的那个道啊，他所讲的道其实就是，出行而不殆，周行而不改，对吧？那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四季轮换，人有生老病死，那经济它是也是。经济它也是有周期的，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它会有加息的周期，它会有量化宽松的周期。那这种经济的整个社会的运行，就是在这种一加一减，那一缩一减，或者是一收一紧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它是弹性的来运行的，这个才是正常的，它不是直线运动，也不是直线下降，不是直线上涨，也不是直线下降啊，所以说它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但是这种混沌呢，它也有它的这种我们叫做周期也好啊，或者叫做这种规律也好啊。这个是存在，在昨天看到，就是说最近金融市场当中表现最敏感的，我们也拿了原油来举例，跟大家分析了为什么原油的价格啊发生这么大的下跌，对吧？另外也分析了原油按照这个趋势价格如果再继续走低的话，对美国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包括总统现在，美国总统现在是吧最担忧的问题，油价的上涨下跌，它其实上都是怎么来讲呢？就是上涨对我也好，但是呢也不好啊，下跌对我也好也不好，所以说现在陷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很尴尬的一个境地。那么另外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我们要看美元，如果现在美元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今年12月份加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高概率事件，咱不能说100%啊，是高概率事件。但是明年怎么办？明年你还会按照今年这个速率去加息吗？如果是按照今年这个速率来加息的话，不光是美国，全球经济在现在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下，全球经济放缓的一个状态下，会变得越来越接近那个寒冬的临界点。一旦接近那个寒冬的临界点，就是我们在讲的10年一周期啊，现在从时间上来算，应该已经到了。所以说，越接近那个时间节点，那金融爆发的这个氛围。金融危机爆发的这个时间节临界点就会越近，就会越近。一旦这个样子的话，就会陷入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轮回当中。Everything is bubble。现在看真是这个样子，现在股市已经创造了新高啊，现在的楼市也是已经到达了这个，已经价格也是远远已经超过于平均价格啊，远远已经超过于次贷危机那个时候的水平。可以听到吗？其他同学可以听到吗？怎么有同学断断续续啊？无宾语断断续续的啊，看一下，我这边显示还好，其他同学呢？其他同学是正常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如果是个别问题的话，那就是好是坏，可能跟我现在的环境有关系啊。我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空间比较站在一个比较空洞的地方，所以说也可能有回应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自己如果是有问，主要是大家正常的话，大多数人都正常的话，那我们就不进行调整。好。
刚才讲哪儿来了？啊，刚才讲到那边，就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我的一个理解，按照现在这个这么一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美指可能会在今年的年底啊，现在已经年底了，是吧？12月份会在12月份1、2、3这一个季度当中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大幅的调整啊，但这个调整不是说美元的基本面会走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为接下来再次加息去做好一个准备啊，所以说这个调整的时间节点，我认为可能就会在近一个季度开始出现啊，可能会在近一个季度开始出现，所以说大家在最近这个阶段当中不要去追涨美元，追涨美元我们看到啊，你看 Euro K 啊 Euro CAD Euro Swiss Euro Yen。啊，那么这三个货币是加币、瑞郎还有日币，那现在都已经走到了高位。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不让大家去追这些，反倒是当美元指数即将会面临回调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它如果真的走下来的话，它下方的空间和带动的市场这种波动和获利的幅度其实上是很大的。所以说，美指在这个位置，你如果是从上往下做，你的机会成本很低啊。你的这个损失的成本很小，机会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带来的潜在的收益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找到一些好的品种。那非美货币当中跌入到低位的，对吧？跌入到低位的，在美元这些美元的这个货币当中涨到高位的，去做空或者是做多。那才会有货币的空间，因为你现在如果是空美元、空欧元的话，对吧？你空欧元也好，还是空英镑也好，还是空黄金也好，现在实际上都是在地板价，都是在地板价，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一旦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加息，或者是明年加息2次，甚至是还有一次降息的话，啊，现在因为现在是美联储正在讨论这个计划，啊，川普一直在给这个鲍威尔使眼色，一直在讨论这个计划，包括也有一些委员出来已经就直接说了，就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加息速度太快了，对于通胀问题还要过滤的再考量一下，对吧？然后等等会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你看共和党打的是什么牌呀？共和党打的是经济牌，现在经济牌当中的狼头，股票市场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所以说已经有一些非常警觉的一些资金开始出逃，对吧？机构包括一些这种空头的情绪开始逐渐的弥漫起来。那这种情况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稳啊。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啊。所以说，对于美国的这个执政党来说，在现在来看的话，也是这个样子。发展是硬道理啊，我要经济要发展，对吧？我要拉动生产啊，要跟工人涨工资啊，我要搞我的税改啊，维稳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从稳定当中，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金融大国，对吧？人们的储蓄率很低，人们都不喜欢存钱，所以说美国它既是一个金融大国，也是个消费大国，这是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作为消费大国来讲的话，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金融靠两个，一个靠流动嘛，第二个靠信心。没有信心的话，就不存在金融了，或者你金融你怎么弄都弄不起来。中国房地产之所以一直价格倒不下去，是因为人们对那个还有预期，还有信心。一旦对人们对你的这个没有信心了，房地产的崩塌是顷刻间的事。啊，OK，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不再多讲啊，不再多讲，再来看一看英镑，先看一下英镑，英镑因为是昨天走的相对，啊，英镑是昨天走的相对比较急促的一个，从1.28、1.29、1.29走到1.2750啊，将近150点左右下跌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英镑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我们从位置上来看的话，看一下日线啊。今天看一下有没有英镑的数据，有没有英国的数据？
应该有。啊，讲出来了，好吧，我们就直接看英镑。英镑从位置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其实是比较低的。这里来看的话问题，下方一个支撑在1.27关卡，1.27关卡。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觉得英镑是可以围绕在1.27附近去做底部的。英镑现在围绕在1.27附近去做底部，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交易英镑的一个方向应该是逢低买入。我们之前讲到过，就是下一届的。现在英国首相，这个梅他可能已经做不长了啊。对于这个脱欧问题，实际上在英国的国内的民调来看的话，其实他是不太乐观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我觉得在下一次英国大选在下一次这个英国议会的这个大选当中这次的这个首相很有可能会下台。那么新党的一个。即将接任，大概是这样。那么，从未来的英国的一个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实际上是欧盟通过了这个，达成了基本的一致但是在英国的国会这个参众议院还没有表态，所以说脱欧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程序其实还没有走完只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时而悲观，时而乐观现在又出现了一些。相对来看比较好的势头，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英镑的反弹，实际上有个潜在的力度的。如果英国国会通过的话所以说，如果在接下来有两个关注的事件，第一个是脱欧的程序的问题这个程序有没有办法在现阶段的基础上顺利的走下去，正常的走下去英国国会一是通过这个欧盟之间的达成了一些协议，然后再磋商一下，这是英镑未来可能潜在反弹的一个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素就是新党的上任新党的上任的话，可能会对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上次新的那个总理是上任比较100点市场幅度，所以说在当时来上任的时候，其实没有比较强这样下去，这段当中这样，所以说接下来对于英镑反弹的因素，第一个是。脱欧程序的是否正常运行对这个是否会按照现在的预期和现有的这么一个状态走下去？第二个因素呢是，新党的上任会给英国带来会或者会给英国经济会给英国民众带来哪些信心？这样那种信心对于市场的一个刺激，它可能会使得英镑在底部触底反弹。所以我的观点是1.27这个位置可能是英镑最近在做底的。在做底的这么一个周期，大家不要在现阶段去做空英镑。我讲的是英镑对美元，而且这个地方又会成为比较大幅度的反弹。那接下来就是我可不可以在底部去围绕，可不可以在底部去围绕建立一些这个多单？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首先，本来的这个。现在断断续续，我看一下，现在好像网络差了一点。稍等一下大家稍等一下。现在好一些了吗？我怕开这个东西又断掉了。现在正常了吗？大家可以听到吗？画面是否显示出来了？我这边画面也是断断续续的，应该是我自己网络的问题。应该是我自己网络的问题。
还是不行啊。我们观望啊，看一下，看一下英镑。英镑的话，现在是走了两个啊，走了两个蝴蝶形态。第一个蝴蝶形态是在前天给之前给大家去标识出来的，XA D C D 啊，这个 C D 的话呢，地点那在一点啊，在0.0886的位置形成反转，走上去达到目标 E 啊，同时在里面内嵌了一个这个 AB 等于 CD 形态啊，反弹到618，啪一波下来。那现在走过来的话，又到了这个位置，又到了这水平位置。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英镑现在可以建立一个底部的多单啊。这个多单咱们还是按照这个分批入场的思路，好吧？不要一次把子弹全部用完了啊，在这个地方去进一个。啊，进这么一个，如果历史的话吧，进三成吧，先进个三成吧，咱们先把这个多单先布局一下，因为那么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蝴蝶形态啊，你用这样子的话来画这个点，画这个点也好呢，还是画，那取这个点啊，X A B C D，我把颜色区分一下，蓝色。好，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在地点水平位置相等的一个啊相平行的这么一个蝴蝶形态的一个更小的蝴蝶形态嵌套在一起啊，地点是合集在1.2740附近。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建立一个底部的这个试单。所以说试单的话，我们在这个手术上用到三成啊，不是三成啊，就是一手的话就是用一手的3%。啊，30%，三成，底部试单，底部，底部试单，啊，底部试单做多，好，咱们看一下止损怎么放啊。由于是试单的话，止损呢，我觉得也不需要放太多了啊。入场价格是1.2740，还走下来一点，我们用挂单进，节约一些成本，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节约一些成本。入场价格1.2740啊，1.2740整数关卡。OK，啊，止损的话放在1.27124，止损放小一点。试单，那么怎么去饱和它的一个头寸呢？怎么去饱和它呢？饱和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试单必须得盈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前提是在试单盈利的情况下，底部形态更明显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去逐渐去把这个头寸饱和起来，啊，跟昨天咱们讲每日，虽说每日止损了，但是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啊，每日止损，但是思路是一样的，好吧？啊，入场价格1.2740，底部试单啊，清仓的一个试单，止损是28个点。啊，由于是试单的话，咱们就不去放了吧，因为我觉得这次英镑如果反转上去的话，我觉得这次英镑如果是反转上去的话，可能会空间还是会比较大啊，空间还是会比较大。上方来有看一下，上方可以走到的话，啊，上方可以走到的话，我觉得1.3吧，1.30这个地方可以作为大家啊，这次如果是真的反转上去的话，我觉得1.30可能会去到，啊，对于英镑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它如果是真的有这么一大波反弹的话，1.30啊，200多个点，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底单先建立进去啊，就这个位置大家不要再去做空了啊，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再去做空，但是你说要去空英镑可不可以？我也建议大家。
再等它反弹到高一点再空，好不好？啊，你就不要在这个位置空到那个地板上啊，坑一下，啊，坑一下，这不太好。所以说，如果即使要做日内交易的话呢，啊，走到这个自主不换位，就跟我们昨天讲，跟我们前天讲这个欧元一样的，US dollar 对吧？在那个地方，哎，它有个自主不换位，我说价格在那个地方一定会做空，不是因为我在预测，是因为我们通过对套单者和市场当中的这个没有就是已经获利的这一批人，他们心理的分析，我们来找到这个规律，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市场的参与者他是由多空推动的，对不对？他会涉及到一些很多这个心理的因素。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共同会合集的话，我们通过价格的分析，我们知道大概它会在哪块区域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动态，这个是可以分析出来的，而不是让大家去做预测。我说刚才一帮走到这儿来。啊，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只不过说，我们在这地方底部试单的话，它未来反转上来有潜力走得更高啊，并不是说一定会走到这。如果是走到这，那我很开心，我就慢慢的去饱和我的头寸。走不到那也没关系啊，走不到的话，行情如果再发生一些其他的变化，我们再具体根据这个市场去调整就行。啊，所以说交易是动态的。有同学问到，就是老师你预测今天说英镑要涨，结果跌了怎么办？跌了就跌了呗，谁又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东西，对吧？它是动态的，我今天讲做多，明天说不定我就改变观点做空了。所以说交易是相对动态的。当然，如果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站在一个更大的宏观角度来讲的话，大的方向可会比较明确啊，就是可不会轻易的今天多，明天又空，今天空，明天又多，我想不会像这个样子。如果你是在小周期当中，所谓的顺势跟逆势，就有没有很明确的界来去衡量它，啊，这个边界是很模糊的。小周期当中，你说是逆势吧，它有可能是顺势；你说是顺势吧，哎，搞不好它又是逆势，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如果是从小周期当中去分析的话，应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动态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方法和思路。啊，底部试单啊，还是这个这个思路不变。这个底部试单有个什么样的优势呢？同学们，底部试单有个什么样的优势呢？或者我们分批入场有个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之前还跟啊前两天还跟一个人在讨论这个东西。啊，当然你说在这地方我一手我直接做进去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止损了怎么办呢？你如果是一手做进去的话，止损同样承担的亏损也很多，说白了就是个取舍的问题。怎么去取得一个中庸啊？所以说我们采取底部试单和分批入场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啊，可以取得中庸这个词用的不太好啊，就是可以取得一个取舍的平衡，来达到一个中庸的效果。就是我既不太极端啊，止损的话我既亏的比较少一点，哎，慢慢的我在这个地方底部逐渐明确的情况下，如果是打掉止损，那我也只损一个底单了，对不对？损一个底单无所谓啊，无所谓啊，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说白了，还是在这个得失当中去做权衡，去做取舍。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以后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分批入场。也有弊端的，弊端就是我刚才讲了，在得失当中做取舍，就跟我们讲欧元一样。欧元我们之前是在那个地方做空的是吧？做了1/2的仓位。那还剩1/2，等待更高的位置，但是没办法，它走不上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舍，那得到了之后呢，就得去舍，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思路吧，这么一个思路。啊，pound，28点的止损。先建立底单，那这个方法的话，那如果是走双底，因为现在是前面的那个形态非常相似，相似点在于就是这一方走下来，对吧？然后再反弹上去，再走下来，几乎是也是一个等距的啊，差不多也是等距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它里面也是有一个 AB 等于 CD 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去建立多单，包括 RSI。RSI 现在也走到了 oversold 啊，oversold。
这个策略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策略其实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讲那个我们在讲分批入场，其实是本质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说在面对这个不确定性的话，会更加的灵活一些。昨天尽早了，对，我们来讲每日啊。每日我们昨天用蝴蝶进的啊，这个蝴蝶的话，同时也是在上个这段下跌比例的6.18%的位置啊，6.18%的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如果止损，就表明市场证明你错了啊。如果是止损的话，就市场证明你错了，就应该离场。现在是走到了8.86%的一个大的，但是我不会去再进这一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个习惯，就是我如果是止损的话，当然了，昨天这个成本也还好了，不太低啊、不太高了，对吧？进了一个底单，再进了一次，那还剩下这个一部分没有进，那剩下的一部分就是我节约下来的子弹啊，就是没有在这种错误当中去一次性用掉所有的这个头寸啊，用掉所有的筹码，这个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啊。如果昨天还能再稳一下就好，啊，没想到昨天晚上美元走得这么强。OK， 好，那么这个案例我们就作为一个失败的一个这么一个 pattern 啊，一个 pattern。现在是走到114啊，走到114，还往上走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大的蝴蝶的一个交易机会啊，大蝴蝶的交易机会。还是有空单的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可能性的啊，但是113.837呢，我建议大家再等一等，再忍一手。走到高位的话，如果形态够好的话，啊，价格反应，我们动态观测一下啊，价格反应如果绝对 OK 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呢，还是可以再尝试一下啊。但是尝试的话，你就还是一样的分批入场，啊，就是等114，现在还有117个点左右，还等它往上再涨一涨。但昨天是进早了一点啊，因为是今天涨上去了才进早了一点。如果没涨上去的话，昨天就是进的刚好，对不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啊，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么一个思路啊。所以说在交易当中，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话，怎么去应对？那就损掉了，对不对？损掉就是啊，移动止损啊，做一些错误的动作啊，因为当时行情就证明你错了，昨天确实是一个多头行情。让美元走得很强，带动了欧元、英镑啊，所有的非美货币的下跌，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啊。所以说，当然这个地方，是不是它调整结束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判断方向是往空的做，对吧？从高往下做，但是从高它这个高这个地方是不是它的高，还是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又是接下来我们要去讨论的问题。所以说，我说大家再忍一手啊，我觉得每日还是一个可以从高往低做的这么一个品种。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刚刚止损一单啊，第一是稳住心态，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保持对市场的客观啊。我们先等它走到低点，看有没有这种很好的形态，比如说双顶啊，对吧？出来的话会更稳健一点，还是会去尝试一下啊。所以说现在我决定先退出，看一下这个葫芦米到底卖什么样。啊，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通，我们注意看嘛，就是这个，我们把自己想成跟对方去博弈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团队，对吧？你如果是要撤退的时候，晚上还加码啊？没有，这个不是加码啊，这个不是加码。加码是一手加两手，这个我们是把一手分拆了，我们是拆开了，拆了零点几手，这个不属于加码啊，这个是解码啊，不是加码是解码，分解啊，分解筹码是解码。那我们想象一下啊，如果我要去跟你对垒，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后面粮仓的粮食不足了，对吧？敌我双方开始状态，但是我发现我后面的后勤部队的粮食供应不上，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之间这种情绪又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我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啊，再打下去我方可能没有胜算。这个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子？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你是退缩吗？畏畏缩缩吗？往后退吗？越退敌人越打你，对不对？越退敌人越打你，就是毛泽东讲的，对吧？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躲我扰，对吧？敌修我扰，这个敌躲我追啊，就是这么游击战的思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是一个懂策略的话，你就得反他。就是我真的要撤退的时候，我是要大张旗鼓的表示出我很有跟你决一死战的信心啊，我会去调集前排调几个士兵，对吧？然后去那边大张旗鼓的倒腾一下啊，挥旗一样啊，搞得这个情绪作战的这个士气非常的高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暗地里你才是要撤退啊，这个策略才是正确的。所以说，每当敌人往前面冲的时候，对吧？或者是闹的这个动静很大的时候，你就要想他到底是要进还是要退。所以说，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我如果是真的要退的话，我一定会在前面先让我的先去，说白了就是扔烟雾弹，对吧？让你以为我在进攻你，实际上我后面部队全部已经开始撤空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完成一次非常漂亮的撤退给敌人以迷惑的状态。所以说在交易当中其实也这个样子，每当行情走到末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喷出？行情到末端的时候，为什么会喷出？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敌人要撤退了，所以说最后来一下，让你以为他要打你，结果呢，最后全部千军万马全部撤军走得漂漂亮亮。其实这个在交易当中其实也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很多行情就是在走末端的时候，突然间拉一下，拿不住了手里的这个空单拿不住了，不行了，最后呢。一波下来，很多很多典型的例子像这个标普道琼对吧？还像之前的人民币这一波走下来，对吧？你看就是典型的，我再拉一波，你信不信？你交不交筹码？不交是吧？走下来，最后呢不交是吧？然后再拉一波这个地方也再拉一波，走到高点创个新高。啪一下下来，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看一看，再看一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呢，走下来，再走下来，再上去一波，最后一波下来，很多时候都这样。所以说，行情在末端喷出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真退还是假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技巧来判断。用一些技巧来判断，所以说很多时候在那些顶部的时候，你需要去多一些耐心，需要去多识别，因为你如果是作为弱势方的话，你要走的话，一定是采取这个策略是才是上上策，是最佳的一个撤退的方式。他是外国人，又调侃我。OK，好，咱们那个兵不厌诈啊，兵不厌诈，鬼谷子，他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从道家里面出来的道家是典型的以胜负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从来不讲道德。其实《道德经》同学们注意那个《道德经》讲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儒家讲的那一套修身齐治修身齐。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不是那一套，他其实讲的就是以成败论道德，所以说后来出了很多鬼术诡辩术，包括这些这个孙子兵法36计，对吧？这个走为上策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是从道家的哲学里面出来的，包括商鞅的那一套东西全是从道家里面出来的。所以说以前的那个道德经它跟我们现在理解那个道德还不一样它很多时候是这种。权术曹操不就是这个典型的代表嘛，对吧？还有刘邦刘邦也是这个样子，朱元璋也是，这些玩这个鬼术玩道家这一套玩的是特别特别老道的这么一个人毛泽东也是这个样子，
蒋介石瞒不过他嘛，蒋介石是虽然说也狡诈，但是你比毛泽东略逊一筹，对吧？你看蒋介石写字呢，工工整整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啊，所以说他这方面他不如毛泽东老道啊，所以说最后把江山丢给他了，自己跑到台湾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黄金。油啊，对，我看看油啊，油现在52了。尤其是昨天有一个形态的，这个地方有个形态，就是我刚才看到那个像英镑的那个形态。啊，这里是有个蝴蝶形态，没关系，再做，走下来再做啊。所以说，我觉得50这个地方对于原油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可能会有反弹的位置，起码这个地方你是不能再做空的。但是从日线上来讲的话，我们想要的那个鼻子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原油它如果在这个地方来一个鼻子。啊，撒谎的鼻子，人在撒谎的时候鼻子会拉长，对吧？眼睛会往旁边看，对吧？所以说市场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来找一找啊，所有都是这个样子。你看，撒谎的鼻子，撒谎的鼻子，对吧？你看，撒谎的鼻子，哎，撒谎的鼻子，啊，现在还没有撒谎鼻子，人在撒谎的鼻子，撒谎的时候鼻子会拉长。啊，我们昨天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对吧？还有看一下啊，你看澳币这个地方呢，又撒谎的鼻子，对吧？撒谎的鼻子，这是空头走势啊，可能往下走的，撒谎的鼻子，撒谎的鼻子。啊，所以说原油在日线图上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如果你要做稳健一点的话，我觉得在日线图上至少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号出来啊，这个明确的讯号可以说是shooting star engulfing candle 啊，或者是这个double top。那么在日线上来看的话，还没有啊，这个信号不太明显，不是没有，还不太明显。但是在4小时当中，它是比较啊，这个地方倒是有一个双底下的话，那所以说我觉得原油的话。你再稳一点，等日线上出来啊。如果比较激进一点的呢，我觉得再往下回一点的话，在51附近可以尝试去多一点。但是原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同学的平台上只能做一手，啊，就是0.1手了，对吧？杠杆比较低。那么你在操作的时候，在资金管控方面，如果你只有1000美金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原油，或者你做10000美金的话，啊，亏损一下可能就。100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杠杆比较高的话，大家自己平台杠杆比较高的话，就去做原油啊。我建议用小手数做，还是那个思路，分批入场。我们不是加码，我们是解码。加码不一样，加码是我做一手，这个地方的颈线位破上去，我再加一手，对吧？加一手之后就变两手，再走上去我两手，再加一手变三手，这个是加码。解码是，我三手。啊，这个地方做1.5手，这个地方做一手，再上去做0.5手，这样子是倒过来的，它是解码，或者我们叫做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加码的方式啊，底部对吧？越加越少，这个是越加越多，或者是它是等量的来加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原油的话在你杠杆满足的情况下，啊，资金管控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去尝试在底部去建立一些底单了，啊，建立底单。51再走下来一点吧，现在是52嘛，再往下走一点，差不多51.30的时候啊，走到这个，你看，在这个4小时当中，它也出现了一个吞没形态，对吗？走下来，啪，点一下，吞没上去。就把它4小时当中来看，
放在1小时当中，我就想去找那个了啊，找蝴蝶了。蝴蝶当中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刚才找了一个啊。那如果是放在1小时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去量这个50的位置是在51.32，走下来，在这块区域当中去做底单，行情有可能会反弹上去，止损放在下方就够了啊，止损放在下方，或者你再结合这个 RSI 走到20之下，看这个行情走到哪儿，它会低于20，那么我们在乖离度最大的位置，啊，就是超卖区比较大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它的价格可能会更好一点，好吧？原油的思路还是不变啊，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底单可以去做，但不要去重仓抄底，在底部还不够明确的情况下，不要去重仓抄底。对，分仓盈利会变少，但是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个取舍的问题。你是取风险还是取收益呢？还是取得一个平衡呢？如果你要做平衡的话，分仓是最好的选择。你要取风险的话，就是我一笔就做进去，啊，我这个我最大化我的这个获利的空间，我就一笔做进去。但是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同时，你就去舍掉了什么呢？你舍掉了风险，因为一旦止损的话，你同样的，你如果是一手的话，做下来200美金、2000美金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分仓的话，你看我分0.几、0.几，我如果是真的止损了，那个地方不对，那你可能损失就很小。所以说白了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我讲过。游的蝴蝶看到了知行合一啊！我们最近不是讲王阳明吗？对吧？王阳明很重要的这个几个字啊，最近我们这个勿忘初心嘛，对吧？勿忘初心就是王阳明讲的话嘛，啊，还有这个润之啊，对吧？毛润之啊，他这个名字也是跟王阳明的这个取的，对吧？他爸爸跟他取的。还有中正啊，蒋介石这个名字也是来自于王阳明心法里面的东西。啊，还有知行合一，对吧？勿忘初心，包括我们昨天讲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啊，存善去恶是良知。啊，这个知善知恶是良知，存善去恶是格物。啊，这个的什么？讲王阳明就是什么？就知行合一。你知道的，你看到的，你就去做。你先不管那么多，错了你再说。啊，错了再说，先不管那么多，先做。前提是你做的时候，你要控制在你能控制的成本之内，你不要再讲这个索罗斯当年在狙击英镑怎么样，不一样。索罗斯当年在狙击英镑的时候，他是有杠杆的。同学们，索罗斯当时在狙击英镑，当年在狙击英镑，狙击泰铢，啊，都是有杠杆的，而且这个杠杆，它即使亏损，它最多亏百分之。不超过10%啊，按照我查，就是他是这个掌控的，就算英镑那一单输掉，他的资产最多也不会缩水10%，他都是有这个资本控制的啊，这个风险控制的。你不要说经常说索罗斯怎么巴菲特怎么样啊，人家都是有风控的。所以说在风控你能接受的前提下，要做到知行合一，看到就去做。最大的毛病就是看以后看成分析师了啊，要做啊，你要做，无论是对错都得做。好，看一看黄金，黄金现在是走到了啊前面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头肩底啊，但是不对啊，这个情况头肩底还不对，头肩底是在下面啊，但这个地方在中间它就不能说头肩底，只不过前期的一个支撑位。大阴线走下来啊，昨天走了一波啊，黄金走了一波这个
假动作一下，对吧？什么撒谎的鼻子，是吧？会说谎的鼻子，对不对？又出来了，你看，包括下面啊，你看会说谎的鼻子啊，所以说大阴线走下来，我们讲过，当看到大阴线直接砸下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啊跟这个已经速度加起来的火车头去当面对撞。但是黄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看多的，对近期的黄金来讲，我其实是看多的，但是这一波下来。那么，多头底部买入的多头获利了结，对吧？在这个地方跟支撑做多的，根据支撑做多的多头改方向平仓，然后呢反手做空，加剧了这一段行情的下跌。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对于黄金来讲啊，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情绪和氛围，所以我认为，等一个止跌讯号的话，我觉得黄金是可以尝试再去做多单的。我反倒认为，在近期的话，观测有两个位置啊，第一个位置是50%，第一个位置是50%，第二个位置是0.618，所以说在这块区域，我觉得可能会产生黄金的一个买点。可能会产生黄金的一个买点啊！现在我是在等啊，在等什么呢？等这一波，你看走下来，你要是再反转上去，阻力很大吧，对吧？因为前面有定价棒，是吧？定价 K，所以说阻力很大。那么它如果在这两个比例之间形成了某种反转信号的话，我觉得黄金可能就是一个再次可能会拐头向上啊。所以说，对于黄金的看法，我是相对。目前来讲是偏空了，但是我觉得在空当中有做多的机会，大家不需要过于悲观啊，不需要过于悲观。我觉得黄金应该是逢低做多的。那这个低位呢，可能会交易机会可能会发生在1210附近啊，在这个区间当中去寻找黄金的一个，那先观测一下。澳币还没到哦，澳币。美瑞的多单继续持有呗，啊，美瑞的多单底仓继续持有啊，不要去设置具体的止盈的位置啊，因为美瑞是作为对冲的，也不能说作为对冲吧，也不能说作为对冲，因为我们每家的这个空单是。吃了一轮啊，吃了一轮，从1.33，对吧，一路拿到1.32，啊，拿到1.32，差不多100点啊，是基本走完了，也是留了个底仓，底仓损益两平了，每家的底仓损益两平了。那么在这段反弹的过程当中，对吧，底仓损益两平，但是美瑞把它给弥补回来了，因为美瑞在这个盈利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欧美，对吧？欧美都是在还是在浮盈的过程，还是不够这么全部把子弹用完，用在日币上。所以综合来讲的话，这一轮做下来还是总体来看是效果是非常好的。总体来看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啊，刚才跟大家讲了，我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准备布局美元的高空，那准备去布局美元的高空，包括这一次美元对加币。走到了1.33啊，这个地方是再次来到我们之前做空的位置，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做空的，OK，所以说，美加啊，是啊，这个地方是一个蝴蝶啊，这地方是一个蝴蝶。啊，我们要取这个点啊，因为这个点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要取这个点。所以说美加现在是在蝴蝶的一个狙击范围之内，啊，在这个狙击范围之内，走上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它再这么来一下，最后再走下去。所以说美加，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是做多的话是极力反对的，我极力反对在这地方去做多。比如说老师，我在做个多单啊，止盈放在1.3340或者放在前高附近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太理智的行为啊。我觉得美加是可以考虑做空的，但是怎么说呢？它的高点呢，上方的一个高点是在1.34，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价格还是在往上走，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担心它会走到1.34，那我最终担心它会走到1.34，按照这个通道，对吧？因为现在通道的高点是已经。可能会再次创一个高点出来，一旦这个高点再创出来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走到1.34再下去。所以说，我觉得美加可以再忍一手啊，再忍一手，等它走到极限位置之后，我们再去空它。好吧，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通道内的话，它的一个通道内的这个高点，你看有些冒头的迹象，把前方这个高点打破啊，一旦。高点打破的话，美加就是高点变高了，对不对？再走上去，走到1.34前方的一个极限的位置，然后可能再下来。所以说，交易机会可能会出现在1.3380附近，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再忍，可以再忍一忍啊。这个后面也可以把它拉上去，拉上去它就是扩展了，拉上去它就是扩展，就跟这个一样的。我当时这个也是用扩展做的嘛，对吧？你看这个也是扩展做的。这再拉上去的话也是扩展，啊，所以说美加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更小的狙击空头的机会啊。棒讲，棒讲没啥交易的一个。其实 A50 今天是A50 今天是有机会了 A50，但是价格已经走上去了。我们在上次这个地方画的A50 今天是有机会的，但是价格已经走上去了。A50 大家如果是自己的平台，同学们注意啊，A50 如果止损一单。你亏的比较大啊，要去做啊，甚至有的平台可以做0.01手的，对吧？0.1手的都可以的，那你就去尝试去做 A50 的这个，去做 A50 的交易，好吧？在1080附近啊，1080附近都是可以去做多的。啊，A50，好，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美瑞昨天出场，我还留了个底单啊，这个地方是第一目标，留了个底单，没有全部出完，出场也可以吧。啊，说谎了以后的鼻子，对，说谎了鼻子会拉长，对吧？年底了，对，我觉得这次黄金下来是买大家多头进场的机会啊，批发黄金的机会，1200，价格很便宜，批发黄金送啊，送亲戚、送朋友、送爸爸、送妈妈，批发黄金。扩展是1.272，那1.272和1.414，还有1.618三个扩展位。那这个 extension 呢？FIB trend based extension 呢？你看，我们把1.618
把它调出来。啊，调三个就可以了。啊，1.272，1.414啊，最重要的是1.618，其次是1.212，272，最不重要的是1.414啊，但也不是不重要，就是相对来讲占有的这个权重会低一些。最重要的是1.618。对，英镑现在可以入了，英镑可以入了啊。怎么确定啊？怎么确定啊？这个还得花半天讲啊，今天就不讲了啊，今天就不讲吧。我们在解盘当中用实例去跟大家去讲，好吧？今天就不给大家去讲了，因为讲的话要花费很长时间了。啊，英镑的 stop loss 多少？28个点啊，28个点。stop loss 1.27。1.2710附近，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 support，啊，一个 support，1.27关卡嘛，对不对？底部的支撑嘛，前方的低价嘛，美加这个位置其实很诱人啊，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1.3360，1.33，要出货啊！机构要出货了啊！要不要有感觉？你得这个感觉，你得能吃得住啊，对不对？一个女生喜欢他，你吃不住他，你没办法呀，对吧？你得吃得住啊！是吧？这个意思，原油的确实好啊，确实也漂亮，对吧？一波下来，一波上去，但是你吃不住它，那也没办法。每日。好吧，就是说这么多吧，说这么多吧。今天主要以英镑为主，我觉得英镑今天来看的话，看有没有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底部出来。底部出来，我们就去把这个头寸把它饱和起来。当然，就是做多英镑呢，跟做空美元是一回事儿啊，只不过是品种。这个如果美元一旦反转的话，啊，就是调整的话，所有的非美都会调整啊，所以说现在都是走到了一个极限位置啊，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出货的地方啊，包括走到高位的这些 Eurocam、Euroswiss、Euroyen，还有这个 Aussie、Aussie 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弹，特别是又在年底。100点就跑啊，你。每次100点就跑，在你最后那一次想跑不跑的时候，一下子来个1000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如果是短线，你就按照短线做啊，你就按照短线做，任何时候都不后悔。如果你是中线的话，那短线的这个100、200点，那都不要看在眼里，就这个样子啊，保持这个一致性是，就不要看在眼里啊。我们扫一下这个交叉盘吧。交叉盘，知道啊，知道。交叉盘，棒。空了很多次，就是一点点。哎呀，就是，在交易当中是这个样子，交易当中是这个样子。好多人跟你一样空了很多次，在最后那么一次那个的时候，他就下来了，就忍不住的时候就下来了。所以说，你的保持。
最重要的。如果你是短线的话，你空很多次走掉，你就不要后悔。但是如果你是中线的话，那你空很多次，最终没拿住，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那谁都没办法帮你啊，这是自己的问题，只能自我救赎。不是有一句话吗？啊，有一句话吗？God helps who help themselves。Helps who help themselves 啊，就是天助者啊，天助者自助，当然是这么翻译的啊，是按中国的这么一个思路翻译过来的话，就天助啊，天助自助者。如果你是做中长线的话，必须要去锻炼自己的持仓能力啊，这个不是马虎的，一定得锻炼出来。非常牛逼。牛逼，嗯，牛逼现在日线图的颈线位置，那日线图的结构位置。这个走的乱七八糟的啊，牛逼，还是以高空为主。我觉得牛逼还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以高空为主。啊，因为这个结构还是很清晰的，但是走势有一些乱七八糟，迷踪拳。啊，牛逼还是高空，回到0.68啊，0.6850附近再说啊，这个位置我们不动啊，不去考虑它，好吧？这些地方不去考虑交易它。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啊，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市场的动向啊，哎，英镑现在好像有一点反弹了，啊，但这反弹就不要看在眼里啊，就不要那个换的，不要看在眼里啊，我们要这次争取拿个200点啊，拿到1.30去，啊，看，OK，好，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明天下午再见，拜拜。